比赛前的一个礼拜，系统化训练，做了各式的能够提升自己的爆发力的一些训练。哦，啊！上的时候真没底，然后脚就发软的那种。他也说，我也练过的是，一下又很多压力了，你知道吗？别紧张，小陈，这练过。各位，怎么这组搞那么紧张？对。哎，不错，气管不错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坚持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哇！我天，可以！哇，没想到啊！快的，快的，不错啊，很好。快的，快的，快的，气泡很好。我脑子嗡嗡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吓人啊！完全没想到姚琛能跑这么快。最后一组选手梁继远、林月，林月加油！冲啊冲冲冲！姚琛，看好李云瑞要破纪录了。李云瑞六秒一，因为他各方面素质都很好嘛，就想完了，六秒六八不太稳了。我先量一下。哎，对。好，厉害，尺子都带来了。你看这里他最专业，还量一量，拿尺子量一量，天。他破不了记录，他不好意思。他破不了记录，他不好意思。我就场上拿实力说话，大家谁实力强，谁就坐在这儿说话。各就位。感觉这俩都挺快的。这太紧张了呀！哎呦我去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绷住绷住！哎呀，差一点儿，六秒八五，没想象中的好，慢了慢了，后边慢了，当然肯定也是不爽的啦，没有跑到自己觉得满意的成绩，对自己非常的失望。看李云瑞跑六秒八五，庆幸了一下，因为说实话的话，还是想跟那个大魔王跑一下。好，我来宣布一下咱们这组比赛当中的第一名获得者，姚琛。恭喜姚琛将会跟王志文来直接正面 PK。弄下来是吧？巅峰对决，现在正式开始。来吧，都有追光了，灯光就只有那两条道哦。一瞬间的感觉就是，来都来了，那得赢吧。有请我们的大魔王王志文应战。你们对于两届的五十米魔王的力量一无所知啊？怎么那么紧张？我更紧张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姚琛那天的状态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觉得是有机会的。王志文，最快的男人吗？各就位。
对嘛，刘二，拉下来了，拉下来了，拉下来了，拉上来了，拉下来了。男人之间最浪漫的就是 PK，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一起在赛道上跑的时候，我就要赢你，你就要赢我，谁跑得快谁就牛，这感觉够爽。所以恭喜我们的姚琛，你将直接进入直播决赛。全部都在群里面啊，现在也是啊，那就在后面再接再厉呗，我觉得肯定不能轻松放松的，既然都已经到这儿了对吧，那就双魔王吧。有请第二届男子跳高大魔王李云瑞出场。我摸来了，剩下的力量也汇聚到了他的身上。今天大家来向你挑战，有信心吗？我有信心能守住这个擂。嗯，但是呢，和去年的成绩比，就是我紧张在于这个。我们拭目以待啊。那么现在有请云瑞到你的大魔王宝座上。好，等待其他挑战者的挑战。你是不是嫌你这个150你也拿过，武术你也拿过，你是不是准备拿一遍呢？想拿大满贯，朝着我们这个大满贯就来了。那你们其他人就是？我们演员队都支持张峰，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好了，现在正式开始比赛，咱正式开始。那现在我们一号选手张峰开始你的试跳。兴奋，兴奋，兴奋！啊啊！加油！加油！给你们开好头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吓我一跳！吓我一大跳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气势不能输是吧？对对对。你也跳，加油！我来观赏。1米60，我们开始起跳。跑起来！走了！哎！哎呦！漂亮漂亮！二号选手刘帅良，加油！加油！哇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樊志新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哇！啊！哎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哎！证明你的时候到了。起！你又错脚啦！又错脚了？是的呀。错脚了，你是左撇子吗？你错脚了。我错脚了，左脚起跳，这个脚起跳，你是这个脚跳的。我争取不错脚。又错脚，又错脚。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左撇子。